西全上。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与台北竞总主委陈时中、副主委邱泰源以及台北市党部主委张茂南等人的陪同下，与立委候选人吴思瑶、王世坚、谢佩芬、高嘉瑜、吴佩益、苗博雅、许淑华、王敏生等八人所组成的台北战队共同出席联合登记记者会。赖清德表示，期许台北市八席立委全垒打，共同力拼达成总统胜选、国会过半的目标。赖清德动身，台北队八席全上 ，Team 台北 ，Let's Home Run。这次民进党所提名的候选人，秉持的民主大联盟、跨党派、跨世代、跨领域的精神，在台北市的八位候选人，更可以看出其中完全符合这三项精神，都是一时之选。所以我再一次恳请台北市的父老乡亲能够支持民进党秉持民主大联盟的精神所推荐的优质候选人，打一支全垒打，让八席全上。赖清德亲自为八名立委候选人披上彩带，并逐一介绍每位候选人的特点。赖清德表示，他与王世坚曾是立院同事，相信他是非常坚持理念的候选人。高嘉瑜是凭借优质的立委，替地方乡亲争取到很多的建设与福利。而许淑华在议会表现非常杰出，在基层服务也非常尽责，获得社会的肯定与支持。我想第七选区选对的人会做事，这一场中信是一场善与恶的对决，希望大家拜托大家支持，用善念、用信念来坚持守住我们松山信义这一区，拜托大家台北市八席全上，立委全部过半，总统一定要赢，台湾一定要赢，谢谢大家。王世坚进军国会，民意不再脆弱，官僚不敢怠惰，您要的正义我做得到。内湖南港团结一致支持高嘉瑜，高嘉瑜为港湖做最多，成功争取捷运东环带。走对的路，选对的人，跨越党派，选择专业。民主大联盟，大安新未来，台北市第六选区大安区，恳请唯一支持年轻认真会做事的苗博雅前进国会，谢谢。这一席我一定会来翻转文山南中镇，要拜托大家年轻新世代，国会新未来。我是王敏生，信赖台湾，挺身而出。苏林八岛的吴思瑶，我做对的事，您选对的人。吴思瑶，我一定会光荣连任。年轻世代前进国会，中正万华关键一集，年轻世代要为了台湾全力以赴，信赖台湾为您分担。中山北松山请支持认真一百分、服务一百分的谢佩芬，谢谢大家。赖清德表示，昨天与战猫萧美琴已完成总统、副总统登记，他与萧美琴都有信心和决心，可以稳稳的带领台湾前进。也恳请大家支持民进党提名的八位优秀立委候选人，让八席全上，台北更棒。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